出门。我曾打过心里奔赴他乡，不是为了远离这片土地，自此不论穷困潦倒还是风生水起，永远骄傲为我户籍。能够引起注意的是家乡的美食美景，人文而非故意，等捏造事实别轻批，以免只词蓄意抹黑我的顾虑。中华儿女都坦荡荡足心脏，一路走到边疆，邀请你共享山河风光，看那斯赛里木的心旷。欲靠手段遏住体制行为，喝住庄严雪亮，不信假象，千万别小瞧了国人的志向，都来赞叹当今的国货之光。面临无理挑衅，也遵从礼仪微笑，耐心抵赢。有朋自远方供应每个坐响兵，为此准备独特回礼，甘心踏在回乡的路，不同民族共同保卫的户，哪里便是我的家，惦记我的他，不仅是新疆人。